我要听看起来，早晚会去被判重罪。我决定哦，要替你重新请一个律师啦，跟你辩护。我手机仔内底有迄个目击证人的最后证书啦，开车的人是查甫，不是查某，你有证据找出来，证明车是我开的。但是事实真正是安尼，我就替亚天申请冤枉的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，万事一冷气。今日车台过来，就是要选新的董事长。二哥知影饭店要选董事长，伊早就甲伊票委托我，所以即摆就是要加抢饭店的董事长就对了。不管最好像亚相思，上艰苦的都是我这个做妈妈，照你的想法，我要相信你的判断，你的票票甲投，你讲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至拜五暗时8点，一家团圆，万事一冷气。我唔爱回去，我唔爱跟老公婆做伙。我绝对甲你惜命命，让你过最舒适的生活。圈圈，今日车台过来，就是要选新的董事长。我支持叶少峰。我嘛同款。我支持少强。我支持少强。阮组台支持叶少强。雪莉，你要好好运用你的优势。雪莉。我今晚来是送你一个嘴巴叫你走，你敢走会开口？你这小杂娃，你竟然敢出事！你赶紧给我，我绝对袂让囡仔把你带走。我今日就要让囡仔带走。小娟，你是凭啥教死我？我把你吓惊一阵，我离开。查理，你车亚婷嘛生病啊，车是伊开的，你想说怎么怀疑我？你有啥代志，有啥委屈，你都要讲出来。你莫怪我，你唔敢怪啊！人家代志拢是我家己做定啦。迄个目击证人应该讲得清楚啊。开车的人是查甫，不是查某。但是事实真正是安尼，我一定替亚天洗清冤枉的。不管最好像亚相思，上艰苦的拢是我这个做妈妈。这两张票，你要哪投拢会用的，只要照你的想法去行。我不是爱去两个少强背书的，你敢知你即摆在讲啥？小强，你的票要哪投？你讲。车好甲伊一张皮，想白好过，甲过去随风去飞。是谁圆满这一切？